哦，真的要毕业了。好，现在就是感到很感动。像今天穿的就是有打扮的样子，也有打扮的话穿不行。不知道何时。这个为什么？真谢谢大家可以坐在这里啦。可以这么其他的时间，大家对，没关系吗？在这边听我们最后一次唱歌。还是旁边吗？是这个碗，是上面碗掉吗？它有空隙可以点吃之类的。就感觉我那个。这还好，都很歪了，好像还好。那可以看到素人吗？我超怕去录。对，我查到底是。你很久了，你中间。我今天才考试。那他比我考一二五三。对，那我没做。你是第五个接受。那他会有。T P 杂讯砍刀柄。刀柄跟电。好像一直在鼻子都有，把他的声音关很小，他并没有。反正就上一样照上去。
张子怡没有。到大四第一次开歌，我自己揪的团，然后我从大一民歌赛之后就没有再次弹吉他过了。我第一次在这边就是开吉他的，好，希望大家编小力一点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也是练了一段时间啊。
谢谢。